婆媳关系一直是炙手可热的关系，婆媳关系相处的好，夫妻关系、亲子关系都会很好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婆媳关系相处的不好，其他关系也不会好，一家人陷入僵局。可见婆媳关系的重要性。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其实换位思考，互相理解最重要。有人说嫁没嫁对人，生个孩子坐个月子就知道了，这不仅仅适用于夫妻之间，也同样适用于婆媳之间。生孩子是女人一生中的大事，由于分娩花光了身体所有的元气，需要家人细心的照顾，心灵上更是需要安慰和呵护。育儿怀孕坐月子期间，如果婆婆做到了这几件事，那真是把你当女儿珍惜，把一饮食上细心照料分娩产